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f(x) 等于这个啦。那么他问说哈，当 x 等于多少的时候哈，它有最大值，就是 x 在第几象限的时候它有最大值。好，那这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给它合并，合并的话呢，我就抽出什么根号多少？5的平方加上21的平方了。这21的平方是441加25了，这6啊，466了。所以这个哈，根号哈，466，它分之多少呢？分之5 cosx 减掉根号466分之21 sinx。好，那我令这个叫做 cosθ， 这根号466嘛，这是5，这是21啊，这是θ。所以呢，这个等于多少？根号466 cos 多少？ cos alpha cos beta 减掉 sin alpha sin beta， 就 x 加上呢θ。其中θ就这个角。好，它最大值，最大值就这个等于1嘛，这个等于1的话，这个就等于零度， x 加上呢θ哈，等于零度了。那就 x 哈是等于负θ。那是整负西塔的话，就在第一象限呢。西塔哈，它是那个锐角，负西塔的话就在第四象限，这是负西塔在第四象限，所以 x 哈是在第四象限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， 在第四象限。